近你的感觉，不像以前就是很像就软弱小女生那种感觉，看到不一样的你咯。那这部电影《阵头》呢，将会在5月17号在马来西亚全国上映，无论是在哪里，就是中马北马的朋友呢都可以留意，而且明天你们也会去到北马那边宣传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，去槟城。就导演想说去槟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情吗？我要去吃八哥点。是八哥点，这边也有，八神也有，反正你可以一路北上就一直吃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我知道你会这么做。是的。好，如果说想要得到北马场朋友的那个票的朋友呢，可以到988在 com.mi 那一边，然后可以领取这个入场券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演员跟导演跟我们的这时候有手集团的表演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请男女主角跟我们手集团一起表演这个24节力鼓。哇，好期待啊！马台和平啊！掌声鼓励，谢谢。Thank you.